你走这首歌曲呢，我听到是女生版的，唱出来感觉特别的空灵空洞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演唱呢？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叫做前重后轻。轻的话呢，要让我们感受那种招魂的感觉，叹气就可以了。前面四个字唱的重，四个字唱的重，四个字唱的重，后面这个字带着叹气的感觉。我无法挽留，我无法回头，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。离开两个字是重点，我们可以唱的稍微重一点那个语气，这样的话呢，情感就能够形成一个凸显的对比出来，明白了吗？赶紧练起来吧！加上的小红心，后期跟我一起学唱歌。